接着我们看完这个归正以后，我们就必须要谈归正下面的这个两个部分，就是悔改跟信心。我们要谈到悔改是归正的消极面，谈到信心是归正的积极面，所以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对归正下面这个两个小题来做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来谈什么叫做悔改。在我们的教会的布道信息里面，很少听到布道家在那里教导弟兄姐妹，或者教导这些不信的人，他们需要悔改啊，也少听到悔改。很多信息是围绕着爱，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很少的信息是围绕着你们必须要悔改。这个可以说是现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缺乏的一个教导，教导罪人需要来悔改，需要转离罪，转向神啊。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了解，就是信心与悔改的关系，就是信心是转向神，悔改是转离罪。因此归正的消极面是悔改，归正的积极面是信心。到底什么是悔改？那么悔改我们知道说圣经上也给我们很丰富的这个教导。悔改在希腊文里面跟希伯来文里面，他们都用两个字来表达悔改的意义。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有两个字来说明什么是悔改，一个字是比较讲外在的改变，方向的调整，方向的这个扭转，那么这个是希伯来文字 shuv 来表达。那另外一个字希伯来文字就是 naham， 这个字比较讲内在的改变，内在的那个更新，内在的这个调整。同样的希腊文本身也是有两个字来表达什么是悔改，一个叫做 metanoia， 这个比较叫内在心思的改变。 metanoia 这个字如同 nakam 那个字表达这个内在的改变。那么同样的看到说希腊文还有一个字叫做 epistrepho， 这个字就类似于希伯来那个字 shuv， 表达出来的比较外在方向，生命的那个调整，生命的这个改变。所以同时看到说有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希腊文里面讲悔改的这个意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来看几个例子。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就是希伯来文那个字 shuv 在旧约里面他们怎么讲悔改。旧约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清楚的这个例子，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五节那里所教导的，第八章三十五节这里所用的希伯来文字是用那个 shuv 那个字描绘的是外在的调整，外在的方向的改变。第八章三十五节，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这是离开，就是那个原文那个字 shuv， 他要调整的方向，他要离开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看到说这里比较讲到 shuv 外在的改变。那不但这样子，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伯记三十六章的十节看到说也是那个 shuv 那个字来表达悔改。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这个离开罪孽转回，这个也是那个希伯来文字 shuv 表达生命外在的调整改变。我想再看一个例子，我们应该足够的了解旧约对这个 shuv 的认识。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祖宗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就看到雅各祖宗转离过犯的，这个转离过犯这个字就是那个字 shuv， 一种外在的方向的转变。那不但有这个字 shuv， 同时看到说有另外一个字 naham 表达悔改。 naham 比较是内心的内在的改变，比较深层的改变，所以在旧约里面用这个字来表达悔改。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悔改不只是外在的，同时也是内在的。
创世纪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对这个经文的背景我想都很清楚，这个上下很清楚，谈到神用洪水来审判世界啊。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是后悔那恨，后面那个中文的圣经叫心中忧伤，很明显凸显那个内心的事实啊。看到说神后悔造人在地上，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个字后悔就是那个字 naham。 还有另外例子，就是出埃及记第32章的第12节，也是那个字 naham 表达内在的改变。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到说这个背景，这个上下文，我想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等摩西上山，摩西多日没有下来，他们等得不耐烦，就在那里制造金牛犊来跪拜。那么这里请大家看一下，有一段经文，特别是32章的第12节，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同样的第14节，摩西再次求告神不要毁灭这些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第14节提到说，意思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例子。申命记的32章这里也很清楚的用那个字 naham 来表达，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很明显啊，又是另外一个字来表达悔改的意义。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新约的那两个希腊文字来表达什么叫做悔改。有一个字叫做 metanoia， 这个字在拉丁文里面啊，我们知道说拉丁文的圣经就乌加大本啊，耶路米的乌加大本，我们知道说是耶路米这个早期的教父所翻的。那么这个拉丁文的圣经也是从希腊文翻的。那么啊，很有意思，当耶路米在翻这个字 metanoia 这个希腊文字，他用拉丁文那个字 penance 补述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字 metanoia 悔改。那么一旦这个字一翻这样的话，就整个教导这个神学的教导就很大的改变。所以在罗马教会里面有这个观念，就是补赎的观念。什么叫补赎的观念呢？特别在中古时期的时候，他们有弄出一个很复杂的认罪悔改补赎的这个系统。那么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就是一个人犯罪，不但犯罪他需要认罪，必须要向神父告解，神父告解以后他必须要来补赎，就是 do penance。那什么叫做 do penance 做补赎呢？他必须要去补回哈，他犯了罪要补。那比如说怎么补呢？这个神父说你要去念这个玫瑰经念100次，或者念300次，或者你要做一什么好事来补赎，或者是你要去朝圣来补赎。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罗马教会里面的那种的跟我们的新教的教导非常不同的这个地方哈。但是我们知道说这里用的那个字 metanoia 不是补赎的观念，不是做 penance 的观念，不是你认罪以后还要去补什么，不是。这里所讲的metanoia 是一个心思内在的改变。那个字 noia 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mind， 这个 mind 需要改变。马太福音第3章的第8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中文叫那个心。那我们看到说这里讲的是那个内在的事实，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们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这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是一个例子。还有使徒行传第11章的第18节也是用那个字 metanoia， 18节这样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个悔改导致得生命，这个字悔改就是那个字 metanoia 的这个内在的改变，导致可以得生命。接着我们可以来看另外一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第2章的第25节也是那个字 metanoia 表达悔改的真意。要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啊，可是看到那个心很明显，讲到内在可以明白真道。好，这个是提摩太的例子，讲到那个字 metanoia。那么还有一个字，如同希伯来文字有两个字来讲悔改，就是那个字 epistrephel 就如同 shum 那个字表达外在的改变。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三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这个归主，这个看到 epistrephel 表讲到外在的改变。还有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这个字归服在原文里面是那个字 epistrephel。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五节，那边所用的那个字 epistrephel 来表达什么叫做悔改。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个归到比较是方向的调整，方向的一个扭转。我们从圣经的这个字来了解什么叫做悔改，也看到圣经上的旧约的新约的例子。那接着我们必须要来谈悔改跟救恩，因为我们在谈救恩论。那么到底悔改跟救恩的关系是什么？那么的确看到说悔改跟救恩的关系是密切的。在圣经里面看到说悔改是救恩的首要，因此在我们的救恩信息里面，我们必须要强调悔改的需要。所以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必须要谈悔改。过去我一个学生从韩国来的，韩国人在神学院读很辛苦，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考进神学院，考进神学院的话必须要用中文来短讲。他考了三次才考进神学院。他关于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给我来提到说，他说发现到台湾的教会很少谈悔改，很多布道信息里面很少谈悔改。那么我就愣住了，的确好像他讲的蛮对的，在韩国教会好像是比较多谈悔改，在我们中国教会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的传道人重视悔改。那圣经上里面看到说，其实悔改是在我们旧约里面是必须要谈的，首要的不可选择的。所以因此看到说也是我们福音的要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部分。在新约里面看到说悔改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福音信心的核心。使徒约翰在他讲道里面他也讲到要悔改，基督耶稣在他的讲道里面，天国的这个宣扬里面也谈到悔改的需要，特别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的信息里面，耶稣的宣讲里面，他很大胆的就提到说你们应当要悔改。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那边也有谈到悔改的需要，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看到说据耶稣升天以前，他最后的嘱咐这些门徒们，他们要从耶路撒冷起传悔改赦罪的这个道。因此在我们的福音的宣扬里面，我们不能把这一块把这个教导这个圣经上教导就把它遗漏了。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说也有例子，特别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第三十节，那么这里看到说它的上下文背景是谈到保罗在雅典跟当地的希腊的哲学家来做对话这个其实副教学的基础多数会回到这里的经文，好像是保罗在这里做副教。那我们特别所注意的就是这里的第十七章的第三十节，这告诉我们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必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多要悔改。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个是早期教会的事实。因此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其实悔改跟我们的服事跟我们的信息是息息有关的。
那么接着我们需要来进一步的谈，就是悔改在圣经上里面保罗的教导，看到说保罗教导里面提到两种的悔改，一个是合乎神心意的悔改，一个是世俗的悔改。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后书那边有这一番的教导。那么这里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教导里面，可能我们没有把这悔改的信息跟弟兄姐妹做很清楚的一个说明啊。这里保罗指出说，其实有一些的悔改只是表面的，不是那个真的，他没有一个委身要离开他的罪，他没有对他的罪有真正的忏悔，真正的懊悔啊。所以因此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我们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是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来看几节经文，特别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看到说，悔改导致于得生命。好，我们要注意这个经文怎么教导。哥林多后书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个经文里面，保罗自己就这样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这里提到那种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保罗会说是一种合乎神的意思忧愁，真正的悔改会以致得救。但世俗忧愁是叫人死，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世俗忧愁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从此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责、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些事上你们多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教导。再次我们来看后面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二十五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不但悔改可以得生命，这保罗第二次提到说，真的悔改可以导致一种明白真道。接着我们把这些东西经文来了解一下，那么看到说，其实圣经上谈到好像是有一种悔改是人的意思，一种悔改是神的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来悔改。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了解这个富有的官他来找耶稣，这里一番的对话，看到一种所谓的表面的悔改或者表面的忧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教导我们。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对他说：“你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这跟他说，这个富有的官，他听见耶稣说你要把一切的变卖跟随他，他就忧愁，他就离开，他没有办法接受。他遵守各条诫命，看到说耶稣要求他说你要再做一件事情，你要跟从我，他就忧愁。所以因此看到说，这里的忧愁是不是如同保罗所说的那种人的意识的忧愁，这个是这种世俗忧愁，不是属神的忧愁，不是那真正的悔改。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的第三节，也我们还是从第二十七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三节。那这里的上下文，我想大家也很清楚，讲到犹大的堕落，犹大的他自己摧毁他自己的生命。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犹大他也后悔，他也有好像是忧愁，他也愿意悔改，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的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所以连犹大不但后悔，他也知道说
他不应该出卖耶稣，他这样做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去承担吧。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个人的悔改，如同保罗所说的是世俗忧愁以至于死，不是那种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属神的忧愁让人导致于得生命或者是明白真道。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圣经上提醒我们，我们在谈悔改的时候要很清楚，我们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要很清楚，是不是有人的悔改是那种打折扣的，是那种表面的，是世俗的忧愁，不是那个真正的忧愁，不知道属神的忧愁，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救恩的外面没有真正的进来，因为他们还是没有转离他们的罪。那么看到说啊，犹大的例子，他也后悔，他也知道他做错了，也犯罪了，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的悔改不是真的，如果他真的是真悔改的话，应该是得生命而不是出去而吊死。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进一步的谈到，就是所谓的廉价的恩典。那么廉价的恩典这个观念跟传一种没有悔改的福音是有关系的。那么廉价恩典的观念，我们知道说是来自一位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在他一本书里面叫做《追随基督》，那本书里面提到这个廉价的恩典。那潘霍华本身，我们知道说他在39岁的时候就被吊死绞刑啊。他是一个德国年轻有为的一位神学家，当时在纳粹的时代里面，他看到德国的教会越来越纳粹化，所以因此他就跟其他的牧师就出来离开当时的德国教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德国当时的告白教会，或者是 Confession Church。 他在当时的告白教会里面，他们复义教会要回到真正的福音，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希特勒不是他们的主，也不是德国的救星，神才是。所以因此他看到这些德国的信徒们，这些德国这些路德宗的信徒们，因为潘华是个路德宗的一位学者，从路德宗的教会出来的一位神学家，他就谈到这些信徒们，他们有恩典，但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是廉价的。你的恩典本身我们知道说是什么呢，也是一种容易相信主义，轻易相信主义。我们都知道说神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但是绝对是昂贵的。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福音信息里面缺少了要求弟兄姐妹做门徒，缺少了要求弟兄姐妹跟随主耶稣，就缺少了悔改的这个信息，可能是我们在那里所传的不是这昂贵恩典的信息，乃是一种廉价恩典的信息。那这里容许我读一段啊，就是潘华所学的那本书的《追随基督》那本书的前面的一段，谈到什么叫廉价恩典，什么叫做重价的恩典。在他的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他谈到重价恩典跟廉价恩典的一个比较。他说，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教会的死敌，廉价恩典是教会的敌人。我们今天正是为重价的恩典而战，教会是为重价的恩典来奋斗。廉价的恩典就是在市场上所贩卖的恩典，很廉价，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如同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市场上所看到的那种的低价抛售的东西，犹如廉价商场所叫卖的货品一样，把恩典当作商场所拍卖的很便宜的货品。他说，廉价恩典就是将恩典作为一种教义、一种原则、一种制度，他只宣讲罪得赦免为一般的真理，上帝的爱被作为是基督教的上帝概念，讲得很清楚，讲得很直接。那么是不是您的恩典只把我们的信仰当作一种概念而已，一种的教义，把上帝的爱当作概念而已。人们以为只要在头脑上同意那种概念就可以负得赦罪，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人的问题，他们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基督教很有道理，基督教是可以接受的，是这个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一个宗教，在头脑上同意这些概念，我同意耶稣基督可以是救主，同意他爱世人，我同意他可以做救主，但是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悔改。他又说，廉价恩典系指不用罪人称义而罪得了赦免。他就说，廉价恩典所讲的是罪人不需要称义，
他就接受神的爱就好了，不叫称义。不但这样子，我看到说潘华本身在后面又提到什么叫做连加恩典，他连加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需要悔改。他说没有教会管教的洗礼，教会的门开得很大，大家都可以进来受洗，不用认罪的圣餐。我们看到说很多教会也是圣餐当作是一个月一次的很频繁的那种教行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我看到是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身认罪的宣誓，不叫认罪，不叫悔改。 OK， 他提醒连加恩典是不付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实价的恩典，连加恩典没有实价，也是没有道成肉身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接着他就谈到说什么叫做重价的恩典，他说重价的恩典是埋葬在地下的宝贝，人为这宝贝的缘故就翻翻兮兮的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是重价的珍珠，使商人愿意卖去他一切的货物来购买，是基督执政王权的统治，是人为了这个缘故情愿挖出叫他跌倒的眼睛，为了要得到这个重价恩典，他愿意把他眼睛挖出来，他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是的门徒为此甘弃鱼王而跟从他。他所写的话虽然是五十年前，但是我们知道说啊，都非常的贴切啊。方华说，那宗教的恩典是必须再三寻找的福音，是必须祈求的礼物，是必须守叩的门，这样的恩典是贵重的，因为他呼召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他重价的，因为他使人付上生命为代价，他是恩典，因为他赐给人唯一的真生命。我们该跟大家分享一小段的潘华的那个说关于这个廉价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在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圣经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重要的一个要求，罪人必须要悔改，必须要离开他的罪转向神。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十架上也包括了什么呢？钉子。很多时候我们的十架是什么呢？是有十架但是没有钉子，但是基督耶稣的十架是有钉子的，啊，很多人把十架这当作这个装饰品，都给我们生命毫无感觉，毫无意义。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说，其实跟随耶稣，真的是需要跟随他直到死。那么在路加福音那边，我们有段经，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四十七节，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呢。我们特别看到说这个经文里面有句话耶稣所说的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经文本身谈到那个有罪的女人来膏抹耶稣，我想我需要读一点这个经文上下文，可以来了解一下这里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进一步来了解说到底这里跟悔改有什么关系，跟廉价恩典有什么关系。这里提到说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他在那里哭，在那里用头发揉耶稣的脚，还亲耶稣的脚。三十九节提到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这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里的法利赛人很清楚的表达，很典型的哈。今天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想很多人会扮演这个法利赛人角色。耶稣对他们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也就是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了他们两个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耶稣提起西门，哪一个更感恩呢？
来看这里的第十三节，西门回答说，我想的是那多的恩免的人，也就是说你断的不错。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很明显的那个五十两银子人，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还，他一定会有更多的感激。意思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们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特别是大家注意，就是四七节这里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如同她跟西门所用的那个比喻。那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经验到，不懂得神的这个恩典，没有经验到神的恩典，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如同耶稣主啊说的那个教导，他说他许多的罪得多赦免的，因为他的爱多。一个经验到罪赦免的，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是不是他对神的跟随，对神的爱会更多呢？但那赦免少的，那个真的不了解悔改的，没有属神心意的忧愁的人，是不是他的爱就少？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思想，甚至于避免我们小心避免，我们传的福音不是那个廉价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当神改变我们，神要求我们更紧的更轻的来跟随他。这个是关于悔改的这个信息。